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在澎湖长大。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运动，不过我算了不起了，因为我练芭蕾舞。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跳绳，用那个橡皮筋这样子圈起来跳绳。那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运动。可是呢，上学以后都会常常被老师找去有跑步，就是赛跑的时候，我就跑去被拉去赛跑，然后跳高、跳远，通通都是被抓去代表跑的或者是跳的，那个都是被迫的，都从来没有好好养成过一个长久的运动习惯。一直到了当模特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体力了，就开始去跳爵士舞，练爵士舞来保持自己的体力。后来就跳 disco， 然后一直到这20多年来，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瑜伽，因为我觉得在修炼瑜伽的时候，它不但是一个身体的操练，同时也是一种情绪的调整。它因为它要整理你的身心灵，所以在碰到困难的体位法，你怎么样去进入这个体位法，然后融入这个体位法，情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20多年包括我吃素，然后包括我在修炼瑜伽，都很高兴的是因为我在董事基金会成长。因为董事基金会有一个食品营养组，让我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吃素的时候补充吃素的人比较不容易补充到的 B 群，还有有关钙质的吸收，吃什么会比较好。那有一个正确的食品营养观念，对于我的这个年龄65岁了还可以有 muscle， 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董事基金会有这个大家庭让我能够成长。那我当然很希望说年轻的朋友，因为董事基金会办了很多有关身心健康的运动活动，也希望你能够多一些时间，拨一点时间来了解，然后拨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运动的时间。以前是每个礼拜3天，然后每一次要30分钟，这样对你来讲也许会有负担。现在你只要每个礼拜拥有150分钟的运动总时量，你就可以非常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运动是一个需要去养成的好习惯。你一旦养成了以后，不动都很痛苦。像我现在只要有3天连续的活动，我没有做一点伸展，我觉得我全身筋骨都不行了，都像生锈一样的，我一定要拉一拉伸展一下才可以。所以亲爱的朋友，赶快一起来运动，加油！